还给你。好，随便你。哎，别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。他说我太任性，依赖性太强，永远长不大。其实我知道这都是借口，他是别人的了。我不想再当你的保姆兼老爸兼问讯处兼男友，把我忘了吧。要是实在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助，就在网上跟我联系，反正我是 always online。 那段时间是我最艰难的日子，毕业找工作，我从来没有感到这么孤独。我知道我不该再和他有任何联系，我知道自己该独立了，我知道木星有16个卫星，摩尔气体常数是8.31，我什么都知道。可是我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再请教他了，我知道到了我真正去和他说再见的时候了，并且向他说谢谢。